八百块钱不挑食，老板上啥咱吃啥。现在咱们每个礼拜六突破自己一下，以前在我们这里不是吃米干就吃卤肉饭，现在每个礼拜六咱们找一间没吃过的店，请老板帮我们上菜，老板上什么菜我们就吃什么菜，一方面也看看八百块到底在台湾能吃到什么菜。 Let's go。 对，老板今天麻烦你，我们点八百块钱，你上什么我们吃什么，让我们两个吃饱就成了。OK， 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好。不然我点来点去，都快满满的，真的吗？吃不完打包带走。好，你就帮我上八百块，不要超过八百块啊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还有一个，不要都上主食，咱们两个吃不了。OK， 好，交给你了，老板， okay, 老板娘，老婆来一下。老板娘长得特别漂亮，她说要当模特。第一个给你上三条鱼啊。交给你了，你上啥我吃啥。好，萨瓦迪卡。老板娘是泰国人。坐下。对，其实我们每天去市场都会经过这间店，都没有勇气进来。今天突破心房进来吃一次，我们每次看到它里面都是人山人海，尤其有非常多的泰国朋友来这边吃饭，我想这家店一定非常非常的道地，大家看装潢就知道了，看起来不起眼，但东西一定非常值得我们期待。芥蓝脆肉，我们那个人很多人。好嘞，尝尝看，老板谢谢。尝尝看这个，哎，这就是那个炸过的五花肉，哎，这个尝尝看，好像那个叉烧肉的感觉，就叉烧肉，可它没有那么甜，它是一个炸过的咸猪肉，味道不错，蛮特别的。就是、炸过的猪肉再拿来炒哈，嗯，没吃过的味道，芥蓝菜。其实。清清脆脆很好吃，可它的味型说不出来，这是个什么味？我再吃，肉有点柴，可是很香，芥蓝炒得很脆，好像就是那个印尼酱油的味道，比美极鲜味露更鲜一点，好吃。大家看一下，嗯，刚刚这个芥蓝里面的是脆皮烧肉，有没有？皮炸的好酥哦。小空心菜、虾酱、空心菜，还有虾酱空心菜，这是什么？绿咖喱。绿咖喱，好嘞，好嘞。茄子，好，泰国茄子就这。对。然后尝尝看，老板谢谢。谢。绿咖喱的咖喱味比较重，我吃得出来有香茅的味道。里面这是鸡肉。跟胡萝卜，好家伙！我以前一直以为咖喱都是糊糊稠稠的，结果我们吃了印尼，这次吃泰国才发现，咖喱原来是汤的。嗯，好香，可是会辣。会辣。会辣。看起来没有。比黄咖喱辣。辣辣。所以泰国茄子我们也是第一次吃，这个小小圆圆特好玩。尝尝看这虾酱空心菜，分量很大。超嫩，它比家常的口味再重一点点，好吃。其实虾酱闻起来臭，但是吃起来很香。你看这小茄子、鸡肉，主要它这个汤的香味特重。如果你敢吃咖喱的，点这绿咖喱真不错。可是我很好奇，小茄子是什么味道？有一点脆，中间是软的。如果我闭着眼睛讲的话，叫我闭着眼睛吃，我搞不好以为它是煮小黄瓜。哦，有一种特别的清淡的香味，但不是特别浓，吃起来就像小黄瓜在煮一样。里面鸡肉片，嗯，还蛮特别，河粉，来吃看看，泰国最有名的。对，所以大家看一下哦，它加的就是花生碎、白糖、辣椒粉、柠檬。嘿，怎么样？跟我们想的泰国料理不一样吧？台湾很少加白糖的，咱们来尝尝看。哇，看起来很棒哎，沾一点。它不是混在一起吃啊？
啊。先不混了，混了你待会就不好吃了。其实甜甜咸咸的口感还蛮棒的，比我想象中好吃很多。咬到花生的时候特香，中间来一点柠檬，基本都是新鲜柠檬现挤的。那我一会儿你再拌，我先来吃一两口。里面也是有青菜、有蛋花、有猪肉，炒得甜甜香香的。现在加点柠檬进去看看，沾一点。加了柠檬更清爽，菜肉贡丸汤哦，这个有贡丸，可以分，也可以盐味，也可以酸辣，有肉，然后这是酸辣口味的，跟那个我们吃海鲜酸辣汤也可以用这样的肉，泰国的那个东央贡是这个，这个就是东央贡的味道，对，哎呀，贡丸，老板谢谢，猪肉，猪肉片，还有一些小松菜，对不对？豆芽菜，就东央贡。海鲜酸辣汤，对，去泰国一定要吃的，咱们尝尝看。椰奶的味道非常重，很香。没有我们在泰国吃的那么酸，椰奶的味道更凸显了。嗯，这好吃，不然一般那个东洋贡我还吃不了。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，好吃。有辣味吗？一点点。因为一般都会有辣味哈，有些人很爱喝很辣。没有很辣，一丁点辣味而已，这香味很重。月亮虾饼，月亮虾饼。哇，看一下，哇，厚的厚的。尝一块，这个一定要趁热吃，脆脆的。我看老板刚炸好。沾一下这个泰式酸甜酱，哇，哇，好脆，中间虾味十足，真材实料，不是好吃，哇，这真香，真香，其实月亮虾饼是台湾人发明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红回泰国，对，红到泰国去，然后又回来台湾。好香哦，它吃起来真的有点那个虾味鲜的味道。外面那个炸的脆脆，好像虾味鲜，里面就好像那个虾滑、虾的那个丸子的味道一样。特嫩口，外表脆口，里面嫩口。凉拌千木瓜，哎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哇，老板，你这分量很大嘞。这偏重一点点，可是没有很重。有加过鱼露了。虾皮酱，好嘞，尝尝看。哇，这分量好大哈，好大，这个特好吃嘞。夹一块，特脆口，凉拌青木瓜，必点的，必点。好脆，这一吃下去你就知道它是现串起来的。他们要用那个葱葱葱。有点辣，有点辣，真的很好吃。酸味不像咱们云南做的那么酸，可是香味、咸味还有那个虾酱的味道，真的非常足。尤其那个口感吃起来特脆，好脆。这是颜色是天然做的那个香兰叶的，哦，香兰叶，绿色是香兰叶，白白的。哦，下面的这个，哦，这磨磨渣渣。菠萝蜜，亚达子菠萝蜜，你说这个是绿色是斑斓叶做的那个西米露，所以颜色都是天然的。对，西米露，斑斓叶做的西米露，喝一口。我看里面东西很多，斑斓叶做的西米露，还有这个紫色的，好像是红豆，还有，你看这种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嗯嗯，这好像是那个榴莲还是那菠萝蜜，好甜哦，
真的椰奶不甜，就整个料是甜的，吃到嘴里面，如果你单喝汁啊不甜，配着料吃就非常甜腻。而且刚刚这几道菜啊，其实都是重口味的，这个吃下去就去油解腻了，好像又可以再继续点菜了。大家看这么大一桌菜，800块钱，刚刚好，一块不多，一块不少，刚好最后上了这一碗泰国米的白饭，20块，豆个800块，这一大桌特别好吃。看起来肉并不多，可是吃起来口味很重，每一道都是下饭菜。老婆，你最喜欢吃的哪一道？我喜欢你前面那一碗汤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大一碗，就被某一个人给喝光了。不过它的味道真的不错，真的很香。你猜我最喜欢吃的哪一个？我看你吃就知道是月亮虾饼。哎呀，这个我最喜欢吃这种炸的东西，特别好吃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经过这里，或许这两道菜会是你不错的选择。今天咱们就到这个地方，张兴探店，咱们下个礼拜六见，拜拜。